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五边一搭相连环，我是医务宣传员，娱乐新闻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近日有人脑洞开，又把事情来想歪，德云社里的暗器曹云金来提一提。故事就像无间道，云金特工也来到，无间风云起波澜，江湖血雨腥风剑，匿名潜伏有十年，卧底故事谈一谈，德云社版纸牌屋，故事深如何前出。公元2010年，李菁、何伟放出言，二人宣布要退出，不在德云社演出，一时舆论都哗然，浪花监狱迷人眼，风口浪尖德云社引来关注无数个。老郭嗅觉很敏锐，负面新闻来应对，负面新闻利用好，坏事也能去变好，机会既然来出现，就是营销的手段，老郭计谋心中生，胸有成竹在其中。老郭思考很周密，找到当红炸子鸡，找到爱徒曹云金，委以重任在其身，如此如此来交代，一件大事来安排，配合师傅演双簧，千斤重任扛肩上。徒弟听师傅言罢，扑通一声跪地下，对天发誓不退出，施恩如天难辜负。师傅听罢脸色暗，继续把徒儿规劝，放眼整个德云社，可信的人独一个。徒儿推设莫害怕，为师来一统天下，你做师傅的暗器，你治我治莫再提，为师已下定决心，委屈徒儿曹云金，师徒二人来拥抱，你治我治天之道。师傅徒弟来密谋，故意反目和成仇，徒弟打入体制内，分不实施来应对，扰乱体制内相声，各种新闻都发生，师徒隔空来开撕，签字檄文天下知。精心设计苦肉计，协助徒弟打进去，主流相声也打进，取得他们的信任。惊心动魄的潜伏，牢狱自叹都不如，布局缜密郭德纲，骗过所有人眼光。徒弟卧底这么多年，某些也被霍霍完，好的作品都没有，冲往舞台也弄丢，往日光芒也失去，丢掉自己的真谛，师徒联合反间计，好似宫廷的大戏。故事到此告一段，当成笑话看一看，纯属本人来虚构，网络段子拿来凑，如有雷同是意外，千万不要来责怪，老郭宅心和人厚，江湖恩怨早看透，相逢一笑泯恩仇，得此师父福和求，那个福和求。所谓保留拜拜和出轨，陈一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星凡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萨拉斯委会，凡也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小二藏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